You said to stay because it's freezing cold outside. And when you breathe, it turns to ice. But I just couldn't help but smile. And I turned to look at you and I said,大家好，我是小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视频呢跟大家分享就是一期夏季连衣裙的合集视频。这期的连衣裙呢总共是有11条，都是我自己购买的，有不同的风格，温柔一点的，甜酷一点的，然后有旗袍啊，都是跟大家分享了有嘛。所以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就回去看去吧。在视频开始之前呢，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就别忘了帮我点赞投币一下吧。第一条呢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条改良版的旗袍。这条旗袍呢我拿到手我觉得真的超级好看，就和图片没有什么颜色色差，它就是一个大面积的这种青色、蓝色和一个米杏色的那种感觉。因为今年丝藤很火嘛，所以说旗袍真的超级火，我也买了很多条，但是有一些旗袍我穿着就不太好看嘛。但这条旗袍的话我真的超级喜欢，它就是那种大家闺秀啊，很素雅很清淡的那种感觉。前面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领子，然后是做了一点点那种开叉的设计嘛，还是有点点小心机的，可以露出这一个锁骨来。然后呢旁边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的，它也是有一个这种开叉的设计，但这个叉呢开的不是很高，所以说也是比较适合日常穿。然后肩膀的话稍微有一点点泡泡袖，它是一个这样子透的，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显肩宽，穿在肩上也还蛮好看的。面料的话是挺舒服的，这种雪纺的面料就很适合夏天穿。我自己穿着的话就前面会稍微有一点点显小肚子，我要把它肚子给收着才行。其他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缺点，就很好看，很素雅的一条裙子，很适合日常穿。第二条呢也是一条旗袍，那这条旗袍呢就是之前有姐妹想让我测评的梅子厨的他们家很火的一条旗袍嘛。这条旗袍呢和之前的这一条旗袍风格就不太一样，那这条呢它就是比较淡雅那种感觉嘛，这条呢就可能是那种稍微偏甜美风格一点啊，比较适合小女生的。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的花色呢，就是那种粉色啊，大面积的一个粉色，然后这种白色的这种设计嘛，前面呢还有这种小花扣子，这个小花扣子还挺有质感的。不过呢这个扣子的话我觉得会有点容易掉，因为它这个线的话有点点不太稳嘛。其他的设计呢就比较简单，前面呢也是一个这个样子的领子。这条裙子呢它就是一个短款嘛，短款的话小个子穿还可以，我觉得就是会稍微有一点点短，就是你走路的话或者是坐下的话有一点点容易走光。这个底下它底下呢是做了一个这种花边的处理，然后里面的话是有一层内衬的，虽然说是一个浅色，但是它是不怎么透的哈。然后呢我自己有一点不太喜欢的一点就是拿到水后它这个袖子是做了一个这种泡泡袖的设计，就比第一条的话它这个袖子要更泡一些，所以说就不太适合肩宽的姐妹穿，肩宽的姐妹可能上面的话会有一点点显胖，就不太好看。这样的话我觉得还可以。第三条呢就是这一条黑灰格子裙，这条裙子的话也是我自己挺喜欢的一条裙子，价钱的话就是100多块钱嘛。它上面呢就是一个这种稍微宽一点的肩带，然后前面呢是有一个带子的，可以打个蝴蝶结嘛，还有一排这种带子，你就可以把它抽紧了一点，然后呢就有这种木耳花边的设计，就刚好可以遮住我们的副乳，对我们的副乳比较友好。这条裙子呢它其实不是一个收腰的版型，就是上面的话会稍微有点点收，底下呢就是一个 A 字裙型嘛，就是因为它不是特别的收腰，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比较好吧。因为我有买的一些裙子它收腰收得太厉害了，所以说就吃饭吃饱了以后那个肚子我都不敢把它鼓起来，就必须要憋气，我都不敢呼气。这条裙子穿在上就很舒服，而且它是很显瘦的一条裙子吧，比较适合梨形身材的姐妹，它很遮胯，底下的话就这个样子的一个裙型，就还蛮好看的。整体的版型很好看，穿在上也很显瘦，里面呢也是有一层内衬的，而且它的面料真的特别的舒服，我自己洗了几次它是没有掉色的情况的。就这条裙子的话我觉得也是挺适合小个子穿，因为它是一个短款的裙子嘛。第四条呢就是这一条白色的连衣裙，这条连衣裙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条初恋裙子，特别的好看。它的价钱呢是112块钱，我在莱兔他们家买的，还有一个黑色还有一个白色嘛。这个白色的话我自己洗了几次它会有一点点皱，就你洗了以后需要用熨烫机去熨一下，而且黑色的话我看评论里面有人反馈说有点点掉色嘛，因为我觉得夏天的话穿白色可能会凉快一些，我就买了这个白色。前面呢就是一个这种领子衬衫领子的设计，然后是有一排扣子嘛。这条裙子呢其实它整体的裙型的话不算那种特别可爱风格的，但是呢就是那种学院风格吧，穿在上真很好看，也是很显瘦的一条裙子。它这个腰间呢是有一个细带的，你可以把它后面的话就这样卸起来，也是比较显瘦，可以露出你的腰身来嘛。而且面料呢真的很舒服，它就是这种棉质的面料，就这种棉质的面料的话里面呢还有一层内衬，所以说穿着的话它是完全不会透的，里面的话穿那种深色的内裤都不透，所以说这条裙子的话我觉得也还可以，就比较好看，但是呢它就比较皱。第五条呢就是这一条绿色的连衣裙，这条连衣裙的话其实我当时看图片我觉得真的还蛮
常好看的这一个颜色，而且它整体的裙型呢也很好看。但是呢，我怕这个颜色可能会有点点显黑嘛，我就买回来试了一下。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可以，不是特别的显黑。这个颜色的话就有点像那种青苹果嘛，还是很小清新，比较适合夏天的颜色。然后上面的话就是有一个花瓣领，它是有两层的这种领子，后面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的设计。它腰间呢是有一个这种带子的，就有一个带子可以系一个蝴蝶结嘛，刚好可以有一个那种收腰的效果。这条裙子呢，它的面料的话是挺舒服的，它这个袖子呢也是做了一个这种松紧的处理嘛，面料的话就比较适合夏天，是很凉爽的那种雪纺的料子吧。里面呢也是有一层这种绿色的内衬的，这样的话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呢，就上面这个领子的话，洗了几次，它这个领子就会有一点点往上翻，会有一点点不服帖，也是需要用熨烫去熏一下。然后呢，它这个面料的话也是洗了以后会有点容易皱的。第六件呢，就是这一件米线色的连衣裙。这条连衣裙的话，其实拿到手和图片我有点点色差，我觉得没有图片那么好看吧。因为图片的颜色的话会稍微带偏白色一点，就是那种仙气满满的感觉。这个颜色拿到手以后是有一点点带黄掉了，但是呢穿上身的话还蛮好看的，就是那种很温柔的那种裙子吧，一条很温柔的那种小裙子。然后呢前面的话是一个小方领的设计，它这个方领上面呢是有这个珍珠的，其他的设计呢比较简单。然后呢前面的话是有三个扣子，有一点点那种腰封的感觉吧，穿在身上的长度是比较合身的。但是呢就是它穿在身上的话，我自己试穿了一下，它就是前面的这个领子这个地方还有袖子这个地方会有一点扎皮肤。然后呢就这个领子上面的一个珍珠，我穿了一次它就掉了两颗珍珠，就这个做工可能不太好，还有一些线头啊这些地方。接下来呢就是这一条白色的碎花裙。这条裙子的话也是我还挺喜欢的一条裙子，它的价钱是138块钱嘛。前面呢就是这种方领的设计，比较法式的风格，刚好可以露出我们的这一个锁骨来，也蛮有气质的。然后呢我就很喜欢它这个袖子，因为它这个袖子呢垂感是很好的，就不像那种泡泡袖啊很显肩宽，它这个呢就是比较显瘦又很能够遮住我们的手臂上面的肉的。这件衣服呢它的面料的话就有点像那种棉布的面料，然后上面的话加这种植绒的黑色的花花，也还蛮好看的。整体我觉得版型啊和它的质量都还挺不错的，而且呢我自己洗了几次，它这个黑色也没有掉色。前面呢就是有一排扣子嘛，因为这条裙子呢它的腰线开的比较高，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穿在身上的话也还蛮适合小个子女生的，底下就可以搭配一个黑色或者白色的小皮鞋，就挺好看的，质量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线头，做工啊走线都挺好的。然后呢就是这一件白色碎花裙。这条裙子的话他们店铺其实有两个颜色，我就买了这一个白色，因为我觉得那个黑色的话有点点土气，花色不太好看，我就买了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拿到手是没有什么色差的，还蛮好看的一个颜色。它就是一个大面积的这种白杏色吧，然后上面的话点缀了这种黑色的小花花，这个花花也还挺有特色的。前面呢就是有一个这种黑色的蝴蝶结的带子，这个带子呢它是有弹性的，有松紧的。然后呢这件衣服的话穿在身上的话就还挺好看的，就是那种甜酷啊纯欲风格，因为今年的话纯欲风还蛮火的嘛。前面呢也是一个这种方领的设计，它这个领子上面的话是有这种硬一点的蝴蝶这种蕾丝的，但这个蕾丝的话我觉得还好，穿在上是不怎么扎人的。它这条裙子也挺适合小个子穿的，因为它是一个短款嘛，就不是很长，穿在我的身上的话就刚好到我的膝盖上方，底下的话大家其实可以搭配那个白色的那种蕾丝的袜子啊，然后再穿一双小皮鞋就还挺好看的。里面呢是有一层内衬的。像这件衣服呢它的面料的话是这种棉布的面料，真的很亲肤，就夏天穿的话真的还蛮舒服，比较透气的。第九件呢和第十件呢我就拿在一起讲。这条裙子的话就是我在一家店铺买的，就是松本丧丧那家店铺，大家肯定也听过，因为今年这种风格真的超级火，我就买了一个黑色。这个黑色的话面料真的还蛮高级的，上面的话是这种透着金丝的这种感觉，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呢就是这个样子的领子，它这个领子呢会稍微有一点点低，但是不怎么容易走光。然后前面的话是有一个这种带子，这个带子的话也可以自己调节它的长度嘛，就是调节它的松紧程度。它的裙长呢比较短，穿着的话刚好到我的大腿那个地方，很容易走光。然后呢就是这条的话就是一个那种扎染的颜色吧，也是今年很火的一个花色。前面呢就是一个这种木耳花边的设计，里面的话会稍微有点点线头。它这个地方呢也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打一个蝴蝶结的，打一个细带，然后把这个裙子当做一个一字肩的那种裙子穿。他们家这两条裙子呢我自己穿下来的话，第一感觉就是他们真的太需要身材了，就是我自己穿个几分钟我就必须要马上把它脱掉，因为我买的也是一个跟我自己的码数差不多的嘛。但是呢就我穿着的话，这个腰间这个地方特别的憋，就
就是我自己必须要憋着气，我不能呼气，我呼气的话我觉得我小肚子就出来了。而且这条裙子呢也是一样的，它前面的话虽然说比较宽松的这种款啊，但是呢穿在身上的话也不太舒服，就是我觉得它只适合身材比较好的姐妹穿，如果身材不太好的话就穿着很不舒服，很不透气的那种感觉。最后一条呢就是这一条黑色的连衣裙，这条连衣裙的话就有一点那种赫本公主的感觉吧，很有气质的一条小黑裙，它上面呢就是一个这种桃心的领子，然后上面的话是有这种捏褶的处理的，袖子呢也是稍微长一点点的，这个地方是有弹性的这种松紧的带子，穿在身上就可以遮住我们这个手臂上面的肉肉嘛。然后呢它腰间是稍微有一点点收腰，不是特别的那种紧啊，但是我觉得穿在身上还蛮舒服的。底下呢就是因为我买的是一个短款嘛，穿着是刚好到我的膝盖上方，还有一个长款可以选择，还有一个白色吧，底下呢是做了一个这种开叉的处理的，就是那种若隐若现的那种小心机啊，还蛮好看的。整条裙子呢我觉得就是那种很气质的风格，就比较适合你日常通勤穿或者是上班穿都可以。那这条裙子呢它的面料也还蛮舒服，比较适合夏天，因为它这个面料的话我自己夏天穿还是蛮透气的，不会说很热很闷的那种感觉，还是比较透气的。这种面料是这种棉质的面料吧，还是蛮舒服的，而且不怎么容易粘毛，因为之前买那种黑色的裙子可能会有点容易粘毛，这个就还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就是一期夏季连衣裙的第二期视频，希望大家都喜欢这个视频。那后面呢还会跟大家出有不同风格的连衣裙，如果大家想看其他风格的连衣裙呢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告诉我。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就希望能够关注我，别忙点赞投入转上下吧。